在以每小时25公里的时速由菲律宾吕宋岛向台湾香港前进。因此，海港城在未来的一周天气是休息。刚刚在凯旋路上呢，发生了一起运钞车的抢案。透过我们在空中拍摄到的画面，目前歹徒呢开着这辆运钞车呢，那么持续的往海边路的方向一路的逃窜。干嘛？看什么看？看成这个样子。有一名在稍早跟他们发生了街头搏火的南区分局重案组的刑警呢，目前也正开着一部白色的修理车紧跟在后，歹徒展开了。谁现在不在办公室？啊？谁开白色修理车？谁？是新来的吧？堂主，美金100万。阿信说了吗？指甲都快拔光了，还是不讲。阿信，钱在哪里？
下一次了。 要不是汤主任好，你还下一次？你来三连也有十多年了吧？就连这点规矩，以前闯码头的时候，哪一次你不是冲在最前面？啊！你现在搞什么？你还是脑子进水了？哎，好，晚上到。 货出问题，我等一下就要去越南一趟，所以晚上跟老五交易先取消。这一百万美金先不要存，你给我好好看着，等我回来补贴。是，该教训点就教训了，要不然让他回去反省反省。你说呢？ 南区分局重案特勤组，托你的福啊！哎，没事，你坐坐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红过，不过又抓个抢匪嘛，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报告组长，我只是想要抓到犯人，可能过程有些鲁莽，但是鲁莽，有正义感是一件好事，但是有太多的正义感。 就是坏事，上级认为你有暴力倾向，甚至过分的英雄主义，所以要你去做心理评估。评估完成之前，听之任其。组长，我不需要什么心理评估。这是局长的指示，已经成为行政命令。乖，快去啊，乖。是不是有人常常谴责你对人或动物冷酷或是不友善？ 有时候，有，或是没有。当你沮丧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自杀的行为或类似的姿势，或者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情况之下？我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你说这样算吗？有这个情况就算。有，很好。你小时候被性侵过吗？ 什么？你说什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你自己被性侵过吗？四分半。
从你进来到现在才四分半的时间，你就跟我建立了完整的敌对关系。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在五分钟以内发生这种情况，就表示有严重的暴力倾向。陆庭元，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还想好好当警察的话，我希望你跟我合作，因为我们的对话会直接影响分局对你的决定。那民众不要再靠近我，封锁现场。好，好的。这些生意吗？怎么突然想出来弄一笔？而且钱一定不是你的，哪来的？堂口的堂主有事出去五天，正好趁这个机会我拿出去赚一笔，等他回来之前把钱塞回去，神不知鬼不觉呀。你动用堂口的钱来做事，你知道不知道出了事会没命的？要是被西堂那套疯狗知道这个生意是我帮你介绍的，不但你完蛋，连我也跟着买单。在三年，他除了会长跟大爷，他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元哥，我当然知道危险了，可我你应该是最了解的吧？杀人放火的事我根本就干不了，就出去收个保护费，我也就是站在后边吓唬吓唬人，装装狠而已。我这算干什么呀？黑社会的上班族啊！阿信的事儿你知道吧？临死前看着我那眼神，我知道以后的结果比他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我就干这么一票。堂主出去五天，我连进带出三天就够，拼完这票我就不想干了。杨哥，这钱就在我手上，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不多。你有多少？100万，美金。致命死因是左太阳穴遭枪击，左下颈处还有钢笔刺入的伤口。有残留的墨水吗？有，我们已经采样化验。晚一点就会有准确的资料。魏炳取出的手机，根据他喉头与食道的肌肉看起来，应该是他生前自己吞下去的。手机确定是生前就吞下了？是。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吞下手机？好，如果有新的资料，麻烦你传给我。我的电脑编号是47968。好的。哦。哎，不好意思，请问你贵姓？我姓蓝。蓝监事官。麻烦你了，谢谢。听上去就好了。组长，关于昨天在停车场的案子，死者名叫刘富南，这是我整理出来的相关资料。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可疑。刘富南在生前吞下了一只手机，而我在手机里找到了一个未完成的简讯，是有关于一笔交易的。另外，在刘富南的颈部发现有钢笔刺入的痕迹，我们也找到一种进口墨水，是市面上很难找到的。等一下，我有两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的食欲。第二个为什么，麻烦总会如影随形跟着你。为什么？组长，根据刘富南被钢笔刺入的时间跟角度，监视官已经确认是他死之前凶手对他的攻击行为。
只要找到墨水，我们就可以找到凶手。局长已经正式下令停止你任何的外籍。如果你在查案的话，很可能会被送到纪律委员会，甚至被停职，或者被起诉，你懂吗？明白吗？有没有人在家？外国有一批钻石，你自己联络，自己想办法把它带回来。你是聪明人，不过有的时候做生意不单单是靠聪明就行了。这你放心，绝对没问题。阿哥，到嘞！啊？东西带回来，知道怎么脱手吗？买东西找假爸，那卖东西当然也是找假爸了。你千万别搞砸啊，要不然不仔细到那个家伙，整个三年都不会放过你哦。No 怕。水公司那边的人了，可是他们都还在睡觉哎。我想应该最快明天早上会跟我联络吧。哦，对了，你的手机在响，刚帮你拿过来了。我的手机？我拿错了吗？放在你桌上的啊。大夫姓什么？啊，往前走。Nice to meet you, Kevin. Mr. Xu, he's coming. Only one. 今天买点钻石搞得这么隆重，您看一下啊，五十克一颗不少，大小、纯净度、色泽度都绝对没问题。钱也没看见。人也不都缺人，就两货。你不怕被我们抢啊？不会吧？跟你开个玩笑。200万，
跟您做生意真是爽。Shed is down. Protect the boss. What? 怎么样 ？Go down the stairs. Go. 哎哎哎！这什么情况？这是？哎！啊！哎哎哎！上车。我箱子呢？我箱子呢？什么箱子？箱子？什么箱子？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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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喂，坐着别动。呼叫中心，
我是南区分局重案组吴英雄。中心请回答。你是条子？警务中心编号21376，请说。刚刚在西港区10-2号仓库发生枪战，现场死伤多人，另有一名身怀目击者，请立刻派人支援。了解。同时，嫌犯持重武器，乘坐黑色直升机往西南方飞去，请各单位注意。收到。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是这儿的保全，然后就正常巡视啊。你箱子里面装什么？什么箱子？你走私啊？怎么走私？我是到这儿巡视，突然一个汽油桶，嘣一下炸了。对，没关系，回分局我会让你说的。他们来接到通报，现场有警察和存活者。警察来是计划中的事，但不应该有活口。我们要回去。英雄哥，怎么了？你那么晚打电话给我，有事吗？不好意思，但我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因为我现在被限制外勤，所以查资料可能比较……喂，干嘛？是警察，我是黑社会，我跑得很远。走啊！
的。我靠，火箭人！达夫，37岁，帮派分子，西塘口3级干部，有窃盗跟伪造文书的前科。今天晚上约定在西港区12号仓库交易，但是10分钟前，他在过程中枪杀所有买家后，带着货品逃走。这是三联会允许的交易吗？应该不是。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毒虫。徐达夫因为毒瘾发作，所以冒险走私违禁品入境，想要人货两得，所以拿了钱又杀了买家。运气好的话，一向不贩毒的三联会也会主动出来帮忙找人。可是队长，我们的目的是拿回高层交代的物品，牵扯到三联会，是不是会让目标的处境变得更危险？我还是建议赶快发通缉令给警方吧。你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追杀你？你向谁装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都跟你说了呀，我还以为那个直升飞机是你仇家呢，你没事吧？通缉通报，嫌犯徐达夫今晚在12号仓库交易，枪杀买家，抢夺交易物品。嫌犯是三联会3级干部，有窃盗、吸毒前科，怀疑持有攻击性武器。胡说八道！我从来不吸毒的。我身高1.65米，请各区加派人力尽速逮捕。这应该不是我，我1.25米。哎，你听我说，哎，你干嘛哦？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都跟你说了呀。轻点，断了。我跟你说，我从泰国的人那买了一批钻石，本来打算拿到黑市上交易，结果这不还没拿到钱。轻点，这不就出现一帮莫名其妙的人，然后轰的一声，你都看见了。你哪门子警察？你流氓吧你！对付你这种人不需要客气。我哪种人？就工作不同而已嘛。干嘛？干什么？哎，你听我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把箱子找回来，找不回箱子或者钱来，我就完蛋了，真的。你本来就完了。哎，你等等，这样，你听我说，那个，哎，我给你一个线索，就是我那个交易人叫汤敬恒，这算是个线索吧？你想想，今天晚上这么大的事儿，肯定跟我没关系，一定是跟他有关系。回分局再说。哎，你等等，你听我说啊。你想想今天晚上追我们的人多凶，对不对？你想万一再过去再把他给灭口了，又几条人命，对不对？我箱子也找不回来了。真的，你看电话我最后一个拨出去的。真的。
小丽，不好意思，又是我。刚发生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查一个电话号码，这个人叫汤靖肯，就是他把交易地点传给刘富南的。还有，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几台 UH-1H 直升机，还有他们的隶属单位。哦，不要忘了去说服谁向那家墨水公司订墨水。一有消息立刻告诉我。哦，好。喂，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我是南区分局的刑警，请问你们这里有个房客叫汤靖肯。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汤先生是一个重要的涉案人，我必须要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里。不好意思，两位警官，如果需要我们提供房客资料的话，可能要麻烦你们出示搜索票或是相关文件之类的。汤先生现在有生命危险，如果他死了，你来扛吗？稍等一下。您说他叫汤靖恒是吧？干嘛？哎，这干嘛？我不相信你。原来，1106汤先生的房间到了。Excuse me, sir. They are policemen and they are now constructing an investigation over there. I'm just going to my room, all right? Sir, please. Look, I have my business. They have their business, all right? Sir, I'm going to my room. Now piss off! Sir? Sir?大的脾气！哎，他想回房间，让他去吧。够不够？情报局特搜队，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房客叫汤靖？
多人呢。一下出来这么多人过来搞我们，算上第一波过来抢我箱子，最起码有四波了。你箱子里面到底装什么？不可能只有钻石。除了钻石还有什么呀？我都看过了呀。你是活命对不对？我最怕活命了，碰克星。我没工具。哎，你别着急，你这个人怎么脾气那么大的？你听我说，我还有最后一个线索，我没告诉你呢。哎呀。我跟你说，在我们买方跟卖方中间还有一个中间人，我现在怀疑出问题的最大可能就是这个中间人。是谁？我一定会带你去找他的，但在这之前我还要去见一个人。哎，你别着急，哎呀，你听我说，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一票，我完全都是为了这个人，所以无论结果怎么样，我想最后见他一面。你放心，我不会跑，我见完他我一定会领你去见那个中间人的。钥匙，好兆头啊！哎哎哎！
Big guy, he's not too happy with you. So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Our dealer has run off to God knows where. And the files you were supposed to get are nowhere to be seen. I don't think next time he'll be kidding around. Look, this was not my fault, all right? There weren't just SIS agents there. There were two cops, and that woman showed up too. He doesn't like excuses, you know that. Well, what now? What's next? Who knows? Check something from school system for me? Sure. By the way, tell Jeremy, his power ascender is really cool. And how about my high pressure shocker? Terrible. It almost kills me. Only idiots use it. Alright, I'm on it. Okay, just check this thing out. 组长, 人在哪? 在里面。 啊，你们谁啊？谁找我？我是情报局特搜队的李志勇，他是我们队长。队长，在西岗区十字号仓库发生一种非法买卖，七个人死亡，一名生还者，是吴英雄通报的。是你的组员吗？待会上去，我只给你5分钟。我知道。 我说真的，行了，但上去得给点面子啊。哎，哎，还没走啊？哟，穿这么短，想搞死谁？<笑>怎么这个时候来啊？要带我去吃宵夜啊？啊，今天。不行，我是顺便走到这儿，就进来看一下。新朋友。嗯，那个，自己介绍一下。啊，吴英雄。你好，杜少卿。怪怪的，脸上肌肉有问题。哦，忘了，你上次手烫伤那个，我给你找到那个，不留疤痕那个药了。哎，破了。谢谢。不好意思。 哎，那我们，我们可能得先走了。哦，忘了跟你说了，我可能最近要出去一趟。说不定以后也不一定见不见得到了。什么意思啊？我拿了帮会一笔钱，本来想买一批钻石挣一笔的，结果搞砸了，钱跟钻石都没了。哎。
不过倒是你送我这个蛮灵的，你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他是个条子，我被他抓了，进来打个招呼我就得跟他回去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本来想带你走的。我知道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本身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嘛。可是每次听你说你想在海边有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种满鲜花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你在那个画面里面蛮合适的。这不就想拼这一票，谁知道结果。你疯了吗？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堂主他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你以为你很懂我吗？你以为你真的知道我心里要的是什么吗？你喜欢我？我是别的男人的情妇，你闻到我身上的味道了吗？哈，都是钱的味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喂，你是吴英雄吗？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讲，听我讲就好。我是情报局特搜队欧队长。你知道你刚刚对着我们情报局的人员开枪拒捕吗？我知道你现在跟谁在一起。我也看过你的档案。警校模范生今年六月分发到南区，但是限制外勤中。吴英雄，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把徐达夫跟他手上的箱子交给我们，你就会没事。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希望因为这件事而被开除起诉吧。我们已经追踪到了他的位置。吴英雄，看着徐达夫和他手上的箱子，我们马上就会到了，听懂了吗？哦。马上派 SAD 过去。SAD， 嗯，队长 ，SAD 的行动等同准军事层级，他们的作战目标不是逮捕，是消灭，从来不留活口。吴英雄好歹是个远警，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水公司那边都起床了，他说我们这边跟他们订墨水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古典文学社，另一家就是我们情报局。跟徐达夫在哪里？这里早就打烊了，你没有看见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吗？谢谢你了，够意思，那帮我一回。我是帮你，我是必须弄清楚这事情。SAD 小组注意，不要让目标跑出去。队长，这里有一条往隔壁大楼的通道。吴警员，
你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逃，但在你告诉我你真正的目的之前，我不会把人交给你。情报局要抓这么一个小混混，需要什么目的？抓一个小混混需要出动 SAD 吗？他是怎么说服你？你了解徐达夫这个人吗？他是商联会的黑道分子，你认为他是无辜的吗？我有自己的判断。英雄，你在怀疑什么？啊？我怀疑你一看就知道这整个交易。我怀疑刘夫人的死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我怀疑你派 SAD 来就是要杀人灭口。你知道这么多又怎么样？吴英雄，你有在听吗？说。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我一定会找到真相。没有真相，所有的真相都是上帝说给我听的故事。打不通了，再打再打，打不通啊，打都一样啊。好，不然我打。哦，我打，这都没有通哎，打个什么出事？不要乱猜好不好？打个不会有事情啊。不过，本来想要去钓鱼的，没有想到有更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啊。钟哥，你还没睡啊？你们的达哥啊。他居然会背着老大偷偷在外面搞毒品啊！给你们分红不少吧？那是误会。他现在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问你啊，如果说老大知道你们背着他跟徐达夫在一起赚外快。他会先割你的脚趾头，还是他会？他会先挖你的脸。阿童，这是我的码头。童哥，慢走。快把达夫找出来！徐达夫在哪里？你要加水还是加冰块？不用了，我上班不喝酒。你这个时间不喝酒，那你怎么不去早餐店买早餐？还是送你小孩去上学，还是应该去买你不要给我耍嘴皮子，也不要以为你有三联会当靠山我就会怕你。告诉我徐达夫去哪里，不然你会后悔对我不客气。我们情报局有很多方法让人说话，尤其是女生。拿条绳子来把他绑起来。你们几个大男生欺负一个女生啊？把这个小女生赶出去。
反追踪的手机。卖那种东西犯法的，我们这里没有。是西塘的达哥叫我来的。早说嘛。小绿，是我。你在哪里啊？情报局接管重案组，他掌控你所有的资讯，还把你有犯罪嫌疑人，你知道吗？哦，我猜到了。组长还好吗？你让他很没面子，情报局那个人让他很难堪。所以啊，你坏了之前一定要完整的线索，要不然啊，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对不起，把你也扯进来了。对了，我找他一个新的搭档哦。他是你以前警校的同学，是资讯组的电脑高手。现在啊，试着入侵那个情报局的电脑，看看有哪些单位啊使用那种墨水。好，有消息就告诉我，我这次手机不会被追踪。哦，还有，你要我查汤俊恒，他已经死在交易现场了，而且他的公司每个月都有汇一笔钱给那死掉刘富南。是吗？我知道了，你要小心。哎，看什么啊？想约我去听音乐季，还不赶快给我查、啊！怎么样，报我的名管用吧？汤静恒在昨天晚上的交易现场已经死了，知道吗？死了。哎呀，你说的那个中间人是不是在骗我？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什么时候骗过你？那是谁？那我就不知道了。看你是真的想去分局一趟啊。你这追踪器啊卫星定位都拆了又买这个，我估计现在我想去分局你也不想去吧。不说是不是？不是不说。好，你看我就说吧，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嘛，对不对？你还别说，哎，至于你这身手，要是去帮会混肯定比现在混得好。当个警察，你一个月拿这么一点钱，你拼什么命，对不对？你真不说？不知道你让我讲什么呀？你干嘛？手铐还没开呢！你等，我说，你还真的流氓啊你！不会很想对你可惜了啊！等，我下。对不起啊，把你卷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会突然来找我。如果你之前不知道徐达非要偷钱搞毒品，干嘛不直接撇清就好？可是从某个角度看来，其实跟我有关。其实我们两个彼此之间没有说过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表达过什么。昨天晚上是他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喜欢我的，这种感觉很奇妙，我居然感觉到很轻松，一点都不会害怕。我真的隐藏自己太久了，而且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开心？你确定不是因为一夜没睡然后太兴奋所以才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我十七岁那年我爸自杀以后就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每天日子都过得好糟哦，糟到我几乎都快忘了原本自己是什么样子。一直到我遇到达夫之后，我才知道我可以过得这么自在，甚至可以像个小女孩一样，不用有任何顾忌。你知道吗？我送给堂口每一个兄弟一条护身符的手链，只有达夫他还一直戴着，而且还一直相信着他。那是因为他喜欢你啊。
是啊，就是因为喜欢我，才会把我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我觉得爱情真的是全世界最恶心的东西了。这条路是对的吗？不会错，是应该喝水的，只是我们没法走大门呢。干嘛？哎，你别犯神经病，我们是过来找人帮忙的。我真服了你了。门锁被破坏了，没看到吗？你是不是有职业病啊你？门锁坏了就一定有事儿啊？你要是把人惹火了，过一会儿要不理我们，我可不管啊！什么鬼地方啊？这是假发夹。不要动！出来！你们俩是谁呀？不好意思，找一下假爸。你是谁呀？找假爸做什么？我告诉你也没用，他又不认识我，你就跟他说是昨天在十字二号仓库交易的那客人就行了。哦，你怎么还没死啊？现在外面黑道白道都在找你，搞什么飞机你？有没有人看到你到我这边来？这家伙是谁呀？哎，你是哪路货色？你跟我说话小心点啊！我就是假爸。昨天晚上你想把钻石卖给唐静恒，我负责安排你们在北贵厂十之二号仓库交易，$200,000，我只收你1/10啊。还真是你啊！你还好意思说抽我1/10？你知道我现在多惨吗？是不是你出卖我们呀？如果我会出卖人的话，我能活到今天吗？嗯，谁敢跟我做生意？经我手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是你们自己人出卖背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最中立的，今天就算是三联会会长来问我，我什么也不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做到这么大。话说完了，你们可以走了。我不是那意思啊，你别生气啊。可是我要找不到那箱子，我就完了。关我屁事啊！滚蛋！你是要我以走私的罪名逮捕你，还是你现在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你是条子啊！徐大爷，喂，带条子来找我！喂，你想死了？难道我就开枪吗？冷静，有条子你开枪啊！别，你别逼他，他是个疯子，他真会开的。开枪！哎，别！你还不可以杀他！我要知道的事情，我刚跟他聊到一半。这不是那天在饭店的那个妞吗？哎，小妞，我是叫你进去躲一下，没叫你翻我的枪啊。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在汤静恒的房间里？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们吧？你们跟汤静恒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是个条子，没关系，是我跟汤静恒有关系啊。你是警察？哎，大家在我家里能不能不要举着枪聊天啊？你为什么也对这箱钻石这么感兴趣？那箱不是钻石啊。不是钻石啊。汤景恒不是珠宝商，那是军火商。军火商？不是，那箱子里边到底还有什么呀？这个问题应该问你吧。之前你一直告诉我是钻石，现在又说不是，还把我的黑市网路给扯进来。我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什么？反物质炸弹。什么叫做反物质炸弹 ？Particle anti-particle magnetic electric trap， 也就是一个可以同时装载正反物质的磁电装置。反物质炸弹所装载的就是潘冷。当正反物质碰撞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是核能的百倍。所以潘纳瓦组织的人就去欧洲抢走了普雷博士的研究，他们和军火公司 Spark 一起发展了这个炸弹。可是前一阵子被不明人士偷走，听说走私到海港城。所以潘纳瓦组织的好战分子就追踪武器来到海港城，他们还扬言说要在海港城引爆这个武器作为报复。
有人想要在海港城引爆反物质炸弹，太荒谬了。你手上的资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帮个忙，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反物质炸弹。如果反物质炸弹在海港城被引爆的话，整个海港城都会消失。原来我们在追查潘达瓦被偷的反物质炸弹，潘达瓦军权派好战分子已经进来，而且意图在海港城引爆，你却都不告诉我。你们奉命查案就好，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差别？找到以后自然就会知道。队长，反物质炸弹比核子弹的威力大了100多倍，如果我们失败了，你知道那有多严重吗？你现在在怀疑我的做法跟决定吗？现在如果不先通知各单位，让海港城做好准备，到时候连疏散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炸弹的位置跟引爆的时间之前，我们就去告诉所有人，媒体再宣扬一下，你猜猜看结果会怎么样？炸弹不用爆炸，整个海港城就先毁了吧。欧队长，这些听起来都像是你推卸责任的说法，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你怕公开之后我们抓不到人的压力会让你很丢脸吧。太大了，还是小心一点好。我电脑里面还有透过网络传输的每一份资料，都会经过非常特殊的处理方式，加密，所以不可能有人进得到我电脑，也不可能有人可以读我资料。这就是你那笔交易。我没懂，我没懂啊。怎么回事？我的电脑被入侵过。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晚上交易之前就发生的事。交易之前？哎，那一定就是抢我们箱子那帮人吧？哪一帮？就那……哦，对，哪一帮？你有没有办法查到他们的位置？我正在这么做。最近使用过的档案，哟，你看这几个，他们最近刚使用过，而且经过特殊加密处理。
这几个最可疑，我先把它下载下来。有人进来，小心，快走！放下！娘！怎么没了？因为他们说要炸掉水。不要动！不能动！有防台装置，你才有把握。那怎么办呀？怎么了？门锁上也装了炸弹。啊！怎么办呀？啊！哎，你别摸头啊！你想想办法，找个东西把它。这怎么声音越来越快了？队长，监控系统连上了，范林的 IP 位置目前正在美国 MIT 的校园网络上，我们沿这条线进去追踪到他们再回传回来会慢一点。吴队长，虽然你们情报局进驻南区分局，但是有些器材上的使用还是要经过流程申请，请签名。
队长，你钢笔在哪？你借我。谢谢。队长，连上了。这是他们电脑十五分钟前的情况。看起来他们在解一组原始码。你这稀奇古怪的东西不少啊。哼，你一个女孩子家身手还不错呢。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我在 MIT 研究所同学的毕业作品。哦 ，MIT， MIT 跟这个 FBI 是？密码解出来了吗？破解量子密码的困难之一就是我每次只可以截取一半的资料。我现在正打算把它发给我同学，看看可以帮得上忙吗？范宁，你跟这整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联？我是普雷教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他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像我爸爸一样，他们俩一生都贡献在这个研究里。他们一直希望有一天能为人类找到新的能源，而不是武器。你知道，小林，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你们，你一定要阻止他们，不能把我跟老师的梦想变成来杀人，喷雾被他。欧洲警方没有办法，只是因为这段影片就把它当作危机事件处理，所以他们一直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盗窃失踪案。可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我一定要把爸爸和朴叔叔的梦想拿回来。绝对不可以让他们的研究变成杀人的武器。小妹妹，我们这边不可以停车哦。我们老板在哪？你们是谁？我不喜欢跟小弟讲话。你们老板在哪？两位小姐，你们找谁啊？听说你知道徐达福去哪了，是吗？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朋友来找你啦。电脑会报警吗？
给我怕就怕什么？今天晚上有人可以离开啊！我最痛恨别人背叛我，而你居然敢跟一个拿我钱的小弟一起背叛我。既然你跟谁都可以，那今天晚上就让我身后这些哈你很久的小弟一个一个轮番品尝你，还有你。阿童，我先。大家说，你们西墙的人围住我了，我不好在你旁边吗？爸，没事，差点。等一下，你是西墙的堂主吗？会长和师长，喂，我是。会长，在潘达瓦国内的军权的集团可能和某一家军火公司共同研发大型的毁灭性的武器反物质炸弹。失窃的第二代的原型走私进了海港城，并且被秘密入境的潘达瓦的好战分子给抢回了。他们只要填补功课的重量，就可以将海港城夷为平地。于是，他们可能计划在海港城内来就地引爆作为报复。目前，情报局跟相关的人士都不愿意证实这种传闻。但是，有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侦办者表示，消息的可信度相当的高，希望各个单位自行的防范预警。而这样的说法也引发了各界的恐慌。就是要坚持你的做法，就对了，是吧？解开了吗？应该是。应该是坐标的时间没有错，根据坐标显示的地点是在时代广场，所以我希望你确定一下图上的那个建筑到底是什么。进入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会在时代广场呢？我知道了，时代广场今天有万人音乐季。快走啊！快跑啊！
小林，你在哪？英雄哥，这是你要的平面图，我帮你看一下哦。这两层呢是地下停车场，目前没有对外开放，我帮你把坐标标起来。音乐季什么时候开始？还有三个小时。范宁，你把车开到北侧去等我。你跟我先去拿箱子，我抓人，你拿箱子，一拿到就交给范宁。等我阻止他们之后，我会从后门出来，到时候用对讲机联络，你再来接我。可是你一个人进去可以吗？我一个人脱身比带着你们两个容易。哎，过一会儿要是到里边，我都需要做什么？手机。哎，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刚才你丢车上了。喂。陈局长，我是吴英雄。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的误解，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攻击时间跟地点。就在今天，时代广场的海洋音乐季。哎，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广场的地下四楼和五楼是还没开放的停车场，你只要找到通风天井，你就可以找到武器发射的位置。等等，与其你拿这些什么情报来糊弄我，我劝你，你要不要出面自首，回头是岸。挂我电话。或许就咱们两个其实有点开玩笑吧。他出任务的时候，自己最好小心。少校，你到了，准备进行第一阶段。上校，我可以走了。
大哥，大哥，我们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大哥，我警告你啊，我超怕脏的，你要是敢带我去有老鼠蟑螂的地方，你就死定了。大钟号都安排好了，可以直接出去喽。哼，临时要找一艘船，找几个人都没有人要走哎，而且大家一定要说再是你，就没有人敢呢。还有元哥朱软桥，那个叫龙虾的大钟号啊，他最猛嘞。要不然哦，要是你跟小晴姐，谁还敢在啊？哦，这是什么？买钻石还送赠品哦。
联合国的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公文，他们要监管这个武器，局长已经签署同意了，明天一早送去纽约办移交手续。喂，是部长。 海岛湾已经在生产上弄得蛮严重的了。是啊，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让整个情势看起来很危险，这样老百姓他们才会相信这事情的严重性而产生恐慌。那咱们的计划才能成功。你谈不是说好只是放反物质炸弹走私进来做一个假攻击，为什么会弄出这么大的爆炸，还牺牲了我们派出去的特战队？ 正在联系情报局的那个人，他跟我说了，他会再问清楚计划改变的原因。等我弄明白之后，再向您报告。千万处理好，预算要送审了。是，我知道。进去。等一下，有车要送你们到情报局。 谁了？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是黑社会，我就想拿回我自己买的钻石，我哪错了？你知道你这次害死了多少人吗？你不自私，你还有正义感，嗯？你敢冲，你敢拼，结果怎么样？结果不一样，跟我一块坐在这儿。 狼吃肉，狗吃屎啊！弱肉强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真的真理，不是吗？你是因为恐惧，所以你才愤怒；因为恐惧，所以你没有勇气；因为恐惧，所以你才选择了逃避，让自己成为一个连是非都分不清楚的人。 知道，永远不知道，要走在正确的路上，需要多大的勇气？干嘛开抽？抽个烟啊！执勤别抽了啦。 离开这里！喂喂，哎，走！
就知道，你们在来情报局的路上，一定会被灭口。因为只要是跟线索有关联的人，都要被杀。我已经把范宁带到安全的地方。你很不相信我是不是？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件事情，情报局很有问题，不过不是我。我们被指派来处理这个案子，基本上就像个齿轮一样，是为了要让事情可以走到今天这里。你的意思是说，阻止了这场动乱，拿走了箱子，是因为你们被利用了？看起来像是。为了什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这是我的手机，你们两个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我的消息。我将会需要很多的证人，把事情的真相揭穿。这支钢笔是我去世的妻子送给我的，我一直只是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从来不用，已经三年多没有放墨水了。检查完以后记得要还我。情报局中控中心编号 A1759， 欧队长请说。我需要你帮我卫星定位一位我的探员。你要是不找人抓我，我就先走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没结束啊？要死多少人才可以结束？事情要搞到多大才可以结束啊？要不是整天跟着你混来混去，我能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两个兄弟能白死？小晴能到现在还没有着落？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背叛了我，害了小晴，失去两个兄弟。你们想过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我当然想过，我就想做成这笔生意，然后挣一点钱，然后分给我两个傻兄弟一些，然后去跟小青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哪儿错了？谁知道结果是这样，把所有人都给害了。我要是知。没有人会怪你的。现在整件事情还很危险，你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把你自己也赔进去。我会找个人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哎，什么意思啊？就这么完了，走了？不然怎么样？我那两个兄弟白死了，小青永远这么无依无靠，我要逃一辈子。所以呢？我徐大夫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就是义气两个字儿。咱说这事儿总也得有个结果吧？还有，没我你行吗？私的手机。
可以安心准备明天的事情。欧文斯已经被干掉了。请问要去哪里？纽约。麻烦通关公文。请问一下您的班机号码 ？UAA318。那麻烦您这边签个名。不好意思。你好。这一班到纽约的经济舱两张。不好意思，这班飞机已经登机了。那这是，所以你要快一点啊，因为柜台说只要五分钟之内能搞定，我们还上得了飞机。好，稍等一下哦。啊，对不起，经济舱已经客满了，只剩商务舱。啊，可以。那商务舱每位乘客是154,790元。15万？你卖太空船的票啊？皮夹给我。干嘛？皮夹给我。什么意思？凭什么要我付啊？你不是说我们利益是一致的吗？利益是一致，但钱包是分开的呀。快点！欢迎登机，您的座位在这边。Check. Body gear steering. Check. 没系安全带。先生，这是您的香槟，以及红酒，请慢用，谢谢。你热不热？我不热。你怕坐飞机啊？新闻啊，说一个飞机就飞到高空的时候，突然咔嚓一下就断成两截了，然后所有的人就噼里啪啦，就从几万米哗就掉下来了。后来警察去检查了，说现场没捡到一具完整的尸体。因为恐惧，所以你愤怒，因为恐惧，要不然我们下飞机。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aptain Kipling speaking. On behalf of Asia Pacific Daddy Airlines, 先生，有什么事情吗？需要一个老太。没问题，请问你的座位在哪儿？我待会就送过去。我马上去啊。好的，请稍等。进来，不用讲话。哦，谢谢。Meal service. Don't move. You move, you die.Turn off the radar. I want this plane to disappear. Turn back around to the south now. You get one chance.快点 Everyone get up and move to the back of the plane now. 喂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hijack. We kindly request that you get up from your seats and move to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we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your trip. After half an hour, descend to 9,000 feet. And when we get there, descend to 2,000 feet. Why are you doing this? Maybe we can negotiate. Just do what I say. Do not ask any questions. When everyone is stay down and don't move, you move, I will shoot you. I can go to the bathroom. 'Course is set. Now what? I appreciate your cooperation. Oui, tu penses tout. Let me know when. Right? 咱们都是出来混的，对不对？有什么事不能聊吗？对不对？You're not detonate before landing, right? 别担心，火药我只放了一点点。为什么？
是个贪财的白手套，李探员，让这次危机闹上媒体，闹到公文，把这个东西弄上飞机，然后让海关还有黑盒子确认，这次劫机是你做的，你做得很好，辛苦。战罗伞已经准备好了，去把炸弹装在起落架上。没事吧？没事。我是南区分局的警员，他们下去哪里？货仓、行李仓。叫几个人看着。一有动静立刻告诉我，你有办法进到驾驶舱吗？我的天哪，飞机自己在飞啊！飞机被设定自动驾驶了。这不开玩笑吗？那别的飞行员呢？我是说，有没有人会开飞机？我会走啊。这题交给你，我去找假爸。假爸？我刚看到他。小心。怎么可能呢？飞机被设定了自动驾驶，坐标好像定在了马六甲海峡。不是，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你就赶快坐这儿把飞机开回去吧。哎，我是工程师，哎，我不会开飞机的。你我开什么玩笑？你刚才不是说你会吗？我是说我会看别人开飞机，我还会看别人开车呢。你神经病吧你啊！是这样啊，这个驾驶舱改版之前呢，是三个人。我是电信驾驶员，我非常想当机长，我也认认真真的学过开飞机，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过的。我只有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才知道怎么把那个飞机开回去。你坐下。那我坐这开呀。我们解除自动驾驶。Thank you.
要小心，它还没完全启动，除非整架飞机掉下去。假爸，原来一直都是你。我不是假爸，假爸早就死了。那天我去他家想要湮灭证据，遇到范瑶的女儿，然后你们也进来了，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把你们都放进我的计划当中呢？反物质炸弹攻击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是由你们传达给警方，那就更不容易被人发现这全都是假的。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个地方真的只有一个出口吧？你不但没死，还杀光我的人，我太大意了。我要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你。好。Mayday, UH-1A, hijack. Aircraft damage. Request redirection. Go! Go! Why?去哪里？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的人，如果是个笨蛋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你用点脑子好不好？劫持这架飞机的不是我，是你们海港城情报局。这架载着炸弹的飞机，两个小时以后会飞到潘达瓦海上军事演习现场。棒！潘达瓦被海港城攻击，你猜会怎么样？潘达瓦会对海港城宣战。你是潘达瓦的爱国分子，你为什么要把战争带回自己的国家？潘达瓦军权爱国分子这个组织是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创造出来的，我让所有人相信这个组织真的存在，我利用这个组织帮潘达瓦制造更多的敌人，让潘达瓦有打不完的仗。战争是最昂贵的游戏，只要有战争发生，我们军火公司的获利绝对超过你的想象。原来你是 Sparks 的人，你做了这么多恐怖的事情就是为了赚钱。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啊，你没有吗？你这么拼命真的只是为了正义空里。你真是一个笨蛋。你以为抓我回去就……你以为我的计划为什么能进行这么顺？因为你们还有一群只想着赚钱的权力分子也都参与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计划的权力都是被我利用而已。
最后我再告诉你一个连他们都不知道的秘密，他不吃炸弹其实没有研发成功，那场爆炸只是一个错误的失败，恐惧才是最可怕的武器。抛油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引压装置坏了。那是什么？就是飞机最前面那个轮子，可能是因为刚才爆炸的原因，那个轮子放不下来了。飞机降落的时候，如果它降不下来，那个飞机99%是要坠毁的。哎，我别，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你有别的办法？各组组长立刻到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UAA 318现在是什么状况？刚刚和塔台联络上，目前为止已经控制住，预定回海港城降落。情况已经控制住了，是什么意思？好像说飞机上有个警察，已经把劫机分子都制服了。警察？对，南区分局里的警察。帮我接通电话给南区分局长。我就知道，我这是低估吴英雄的实力。压力钮打开，然后把那个扳手压下去就可以。我知道。我是 UAA 318航班，我现在的高度无法维持。我请求紧急迫降在海港城国际机场，请做好紧急救援准备。把手，你把它拉下来就可以了。
速最起码有300公里啊！啊，我是说万一，要是万一，我这个臭嘴，没有万一，我死都会抓住你的。何影泉，我们已经平安降落在海港城，感谢您搭乘 UAA318 航班。
会不会游泳？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走犯人。不要让我后悔。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三。一。报告将军，部长帮您准备逃亡用直升机已经在屋顶上，让我来带您过去。新一年度的扩大军备国防预算，在之前的潘达瓦的武力攻击事件影响，还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之下，全数通过了，并且即将要交付执行。而在先前大力推动扩大军备的前参谋总长易公平将军，因为参与了潘达瓦的武力攻击事件，入罪自杀。情报局跟国防部到现在都迟迟未能厘清整个攻击事件当中的诸多疑点，而军事观察家也指出，这样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否真的是全民之福，还是隐藏了弱智的祸端？执政当局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吗？公园一名武装
嫌犯持重武器砸死一辆娃娃车，和几名与他相似持重武器的嫌犯在街头搏火，请所有员警立即前往支援。南京分局重案组吴英雄现在赶往现场。收到。